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在某个农村里啊，有五户人家，每户人家有五个人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村庄有几个人？当然就是五乘以五嘛，有五户嘛，每户有五个人，所以有这么多人啊。然后每人一棵树，那总共有几棵树？再乘以五嘛，哦，这是人数嘛，啊，一人有五棵树，所以有这么多棵树嘛。好，那这么多棵树的话，哈，一棵树有五串果嘛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总共有几串果？哦，这么多棵树，一棵五串果，再乘以五嘛，所以这么多串果了，哦，就是葡萄了，这么多串葡萄。那一串葡萄呢？每一串葡萄有五个葡萄嘛？那这么多串啊，一串有五个，所以再乘以五嘛。所以有这么多个呢葡萄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就等于那个五的几次方呢？一二三四五，所以是五的五次方嘛。所以 m 等于多少 ？m 等于五了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